哎，讲到这些财运很旺啊，其实更重要的是健康，要有健康才能有好的财运。我们这个来关心一下健康，问张胜书老师，什么紫微命格的人虎年的身体健康没烦恼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虎年，第一个廉贞星落到了极恶宫。廉贞这颗星啊，基本上来看本来就是注重保养的一颗星，所以平日注重保养，其实疫情来的时候他就开心了啊，我未雨绸缪啊，有备无患。所以在虎年有廉贞落到极恶宫的朋友，健康是 OK 的。再来，这是天同星。天同这颗星啊，跟廉贞刚好相反啊，他觉得自己先天本钱足，平常的小病小痛的忍耐度很够，反而不太喜欢看医生，其实有点讳疾忌医啊。哦，这样的人常有时候讲，我从来不做健康检查的，其实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真相。但是因为疫情啊，被人家逼着，哎，你要重视，你要开始注意了，所以这时候他反而会坦诚面对自己。好，这时候有小病反而可以把它医得好。因此虎年这一年对天同落到极恶宫的朋友也是健康有保佑的。第一名的这是天相星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这颗星落到极恶宫就是逢凶化吉的一颗星啊，所以即使碰到了一些小麻烦小状态，只要保持心态正确，哎，绝对可以逢凶化吉哦。来来，又到老师试手气的时间了哈，请注意。我们要玩的是新春抱抱乐，我们要这个指定一到九十九，其中一个数字是我们的好运密码，然后大家轮流说出一个数字，看谁最后说中了这个数字，那就是爆炸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我的数字好了，我已经有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那好，那我们从黄老师请说一个，36。难道中了？没有，36到99。77喽。76到77。45到77，要从哪边？大学长，从我们大学长。56。56到77。新春抱抱乐，我们也希望不要抱在你这。对对，没错没错，真的。我们希望你就玩一个过场就好。好啊好啊，我玩一个过程。我才57就好。那是57到77。对，57到77。我玩换黄老师吗？对。黄老师有事，我帮你扛了。好，57到77，65。65到77，黄老师70。65到70。65到70，65到70，65到70。65到70，65，是哦，爆在我身上吗？对啊，耶！65到70，68，恭喜你，吴美宁老师，吴美宁老师，新春你水瓶座第一名哈，来，大家应该最期望爆在我身上，对啊，来写一个。赌灵弄第一个好好玩呢，就一定要我选第一个好好玩。哦，是这个哦。对对，哦，真的。来，我也知道。哦，你真的运气不错哦。是的。来，适合你。很适合你。1、2、3。他宁愿捐钱，也不愿意念闹，也不愿意念闹口令。我跟你讲，我被赌灵生气了。美玲老师念绕口令，处罚绕口令：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素，初五吃素，吃六吃素，吃七吃素，还要初八吃素，还到初七就已经念错了。吃九吃素，吃十吃四。念得这样，念得这样，2266也是要惩罚的。来，请自己写一个吉祥数字。那你念一次，猪
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素，初五吃素，初六吃素，初七吃素，初八吃素，初九吃素，初十吃素。哇！我去！你们觉得美玲老师行情很好？她是最好的，真的最好的。你看，这种金的嘛，全身黄金啊，而且供养很多活佛呢。真的，哎呦！让大家猜一下，大家猜生意。黄老师先猜，大家猜，黄老师先猜，八千到一万。一万二，一万二，你知道它的行情？是的，因为你知道它的紫微密码吗？对不对？绝对是一万二以上。各位年轻一辈小鲜肉，我觉得是万佛朝宗，应该是万字起跳。万字起跳，你们都这样猜。我美玲老师，她要捐多少钱？我呢是这些老师里面其实赚的最少的，但是呢我是最会做福报的。来。他到底是偌济嘛？你也蛮要紧的，够偌济。好了，你开啦。来了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一万块，干物。我们要感恩命运好好玩，所有工作人员。感恩命运好好玩，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，可以每天跟观众朋友，哎，有开运的数字，让大家每天都很有希望。黄永福老师，测字占卜，未来一个月我们可以在虎年行大运吗？好，虎年行大运，我们就是如虎添翼。嘿，今天大家讲的吉祥话里面都有了哈。有这四个字里面选一字来测看看，那请现场的所有的老师啊，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选一个字来测看看，未来一个月我可以虎年行大运吗？请喽，李行老师，虎虎，哎呦，选年选虎，翼翼，来加马老虎，虎，我也是金老虎，哎，虎再加一，天呐，天呐，是哦，那我选翼。现场后面三个字都有人选，第一个字没有人选哈，现场没有，但是观众朋友选第一个字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是选这个字的话，答案是好友聚会，开心吃喝哦，恭喜金豆过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人际关系行大运，70分。恭喜。好，那后面三个呢？我们从后面开始开奖，首先开一下翼。E 是小孟老师选的啊，或者观众朋友你也是选E的话，答案是职场处窍。翘楚，异香花达哦，这一项知道吗？这个因为我们老虎年也是驿马年嘛，是，所以也是要跑异香，多跑多花达的哈，所以是工作方面，工作方面行大运，哇，100分，所以是最好的，先给你，对，谢谢，终于是好的。好，其实我们一下天是圣书老师选的，或者观众朋友一直选天的话，答案是。两情相慕，甜蜜爱河啊，这不错啦。已婚的话表示夫妻啦，哈，未婚的话表示可以得到另外一半，走入礼堂，所以是感情方面行大运，70分。哦，虎最多人选了哈，美妮老师、李行老师跟艾菲老师，还有观众朋友，如果也是虎的话，答案是处处赚钱，财运光明，当然是钱财方面啦，也是100分。恭喜！谢谢老师，谢谢来宾，观众朋友注意啦，明天还有更多2022年的运势被爆好利灾，一定要准时收看哦。明天见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